那这么早开始做了？啊，准备今天十五啊。晚上呢？晚上吃什么饭？对呀。没猜就是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今天做一个蒸鱼本的。行。啊，蒸鱼妈可蒸不了。那个虾呢？虾就只用盐水煮一下就行。行。啊，原汁原味的，是吧？行。排骨炖上了，鸡翅我也整完了。你们这干啥呀？怎么一家整整齐齐的啊？你往上抬一下，你再一说他又往上抬。我刚刚看，我说这人也挺高啊，这比我高上哪去呀？这鞋跟高啊？是吗？你下次也垫个内增高，姑父。我考一考。我这都往回抽出来，看你。来，过两年。给我一两百吧。是吧？啥菜呀，我哥？过两年还能长一长。过两年还能长一长。不走了，好不好？出溜滑，这地太缺德了，这地。一二，得了，我爸拿凉菜行了，我这菜都完事了。你别滑锅里去，我给你炖了。喝一杯。你这刚腾的呀？腾好了，把锅盖拿走。哦、掉了大肘子。这啥？米肠啊。妈，这米条放时间太长了，爆炸了。你这脸咋热的？好忙活的。哎呀妈，这米条撑成这个样了，你看都不用切了，就你切完了疼啊，这会儿。冻的，肘子。OK， 搁这儿。我那他那意思，大鹅。哎呀，鹅胗，好，杨大伟，你蒸鲤鱼吧。我的鱼，我一猜牛出来扫雪来了。要不得赶到你走，他走都菜上了。现在保点扫好扫，好扫。可好扫了。哎，你昨天不赢了？昨天赢了，今天不赢了，不知道找谁了。不输不赢，弄本。晶晶，黄豆，他在摆呢。黄豆豆，黄豆豆，他现在跟徐帅可好了，这狗。黄豆坐，黄豆坐。干啥坐呀？黄豆坐呀！哎呀妈呀，这长这样式的，完了，嫂子，忘了，不争气呀他。啊，想起来了。奋斗。你的选媳妇儿，那跟你交流呢，搁那。看我。看你咋不给吃的呢？看我。他现在就跟徐瑞儿混得好。瑞儿。还长不壮。你看，你看，强迫的。他一会儿呜呜你。瑞儿。瑞儿，别在家。怎么样？瞅着不错啊。不错吧？嗯。哎，老妈，我才看出来你这是米肠啊！我腾，我腾过油子了的。让你腾的只有米没有肠了呢，怎么感觉？那个啥玩意儿，腾肠没有烂，不半道偷吃了。嗯，腾飞了。小燕鱼。哎，咱家这个刀啊，我就感觉哈，妈妈，切啥都不快，就切手毛快。怎么配菜的？哥，做的这是啥？鱼。做完了吗？没有。他做的这是驴。驴。驴，你这么感觉？还驴呢？老驴了，那家伙，蹬腿。驴安点啊。帮我呗。站着，你概不负责。哎呀，哟。哎呀妈呀！一整我姑娘一嘚瑟，你嘚瑟啥呀，姑娘？我怕她碰着我。小翠花不称职，都不知道上菜了呢。那我刚才不给你拍视频吗？哦，忘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今天改这个了。大罐的也是100，都冒沫吗？也是500。咋样？好，翻的。透一透，我跟你讲，上扬，你透一透就好了。
我透完明天基本就起不来了。你这个都不好使，我跟你讲，带沫都不好使，你就搂白的，嗯，就那散搂子，干两瓶。你这句话让我听不着，我觉得哇，心里还能舒服点。是不是？曹操是不是还差好几双？蛋蛋，要不你坐我这儿，我坐那儿，都手拿着吧。那你就这行。对呀、啊，我一会儿拿过来，没灯了，有灯的。没事，这样坐。哎，要不然你就发挥一下你的技能，你就找哪个旮旯蹲着吃。不是，咱哪还这么挤的地儿？有咱俩坐不下，也就咱俩这身材在这一块了，别人都不行。他其实想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但是他右边那边那个臂展不太够。看，这，哎呦我那个乖乖，弄死你！我的小人儿，你咋那个嘴实在？来讲两句吗？快来！十五都过节哈，家人都聚在一堆儿。对，嗯，吃好，对，吃好，吃好，吃好吃。二哥的话，来，对，元宵节快乐。Hello， 大家都快乐啊！一会儿给你们煮元宵去啊！元宵节一过就开始干活。干一个呀，哥哥。来，我干那个白的。这个白的。对。干吗？干给你打开。一杯水。来，丢不丢人？你看看吧。哎，看没看呢？他家老太太还在。姐。是啊。看没看？夹这里夹啊！他家指挥不指挥？你为什么呀？夹完了吗？一块就是，你看随便给我夹这么大的呢。哎，他们这么大，来哥哥，我这还有杨氏的皮，整盘都给你。杨氏的皮，你看看，咱也不能啥事儿。二小，你那不一样。那咋不一样啊？那跟我那能一样吗？弟弟的小黄瓜，就是杨桂英。你弟弟给姐姐夹太难了。嫌弃你，喝这啥呀？卖个房子，那盘熟，哥，刚才他给他夹个虾，我要是你，我就给我扒一个。还有点，你还用说？我已经在做了。哼，你看没看着？我要是你的话哈，我就扒完喂我嘴里。来，好嘞，哥，来，等会儿啊。嗯。已经，人家已经做了。这样，嚼嚼喂你。等你，你看，有你说的时间，人都做完了。他那不一样，他那是弟弟。那是弟弟，你有对象吗？弟弟咋来了？我不吃，我过敏。不，哥来。再来一口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当 rap 了，不吃了。